每半年就要做一次检测，那这个检测呢，也就是风柜者的考验。把呼吸节奏拉长一点，吸进去，吸进去，你气都没有吸进去。请问你为了这趟做了多少准备？来看。耶、yeah, ！来到我们这边，也就是我的后罩咖，身后就是风柜嘴。那这一集呢，影片算是非常特别。我们频道有一个小小的，算是传统历史。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发现，就是我们每半年就要做一次检测。那这个检测呢，也就是风柜嘴的考验。我呢，将在大概两到三周之后来公布我在最近以来的这个风柜的成绩。那这一集就先让你上了，好不好？你为什么没穿睡衣？今天我的工作就是在旁边不断的提醒你，接下来路段要上坡了，要下坡了，骑快一点，变轻档，站起来抽车，我会做出这样的工作。那你的任务呢，就是好好骑完这个风柜嘴的挑战。话不多说，今天有没有设定目标？我们在风柜嘴的挑战目标，减个十分钟好不好？五十分钟，五十分，我觉得有机会，因为大家都一直在留言说，就是帮你这边吹捧。哇，福林总现在变好瘦，那个肤色烤成这样黑色，大家对你期待是很高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手很漂亮。好了，我们这几样准备开始了。等一下风柜嘴，希望你可以在不停下来的过程当中去完成这次挑战。我觉得你只要可以不停脚，全程都用踩的状态来踩，完成这条风柜嘴路线，我觉得五十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有信心吗？尽全力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啦 ，Go Go。变轻档，变轻档，退一下，退一下。总长大概是6.4公里，所以也不要太急，慢慢来。然后在该抖的时候就退档，不要一下子就踩太重，让心率维持一个稳定的输出。平路的地方如果还 OK， 不会一直变档的话，就握平把。好，准备进档哦，稍微下坡。空踩就进档，接下来会开始感觉脚变重，慢慢退。好，加油！这一段开始进入一个稍微缓下，然后待会会稍微有一段小小辛苦，大概300-400公尺的上坡，所以稍微调整一下，肩膀放松，脚稍微维持一下。上气还好吗？啊？上气还好吗？上气多少？我比较喜欢梁朝伟。上气多少？是不是上气不接下气了？哦，我就比较喜欢梁朝伟嘛。哦，问这种问题。啊，你现在坡度是多少啊？唔知啊。你今天早餐吃什么？什么梁朝伟？好，接下来这一段开始啊，这边会有一个比较陡的上坡，所以如果已经最轻档的话，先握平把，先握平把。这边大概是接近10%左右的上坡，10%，所以你到这边要稍微调整一下动作。如果真的开始脚感觉变重了之后，稍微站起来抽一小段，过了这边之后就平了，或绕大圈一点，对，往外绕，往外绕，很好，快平了哦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这一段平了之后，会稍微有一小段缓缓的下坡，大概100公尺，可以稍微回血一下。等一下比较缓的地方，只要觉得没有那么重了，就把档位变重一点，把档位变重一点，不要一直踩太轻，也会让心率变快。调整一下你的动作状态，接下来这一段会稍微陡一点点的上坡，然后我们准备往左转，距离风柜嘴还有5.5K。好，准备直接换大盘喽。
左手直接换大盘，这边是下坡了，左手直接切大盘。左手切大盘之后，速度稍微带快一点，下坡要快，下坡要快。调整呼吸，下坡把呼吸节奏调慢一点，但是你的脚要继续踩，继续踩，脚不要停，脚不要停，带快一点，带快一点。等一下你上坡才有一点速度可以带上去。很好哦，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维持一下。上坡踩到真的开始没力的时候，就切小盘，切小盘。好，维持踩踏，维持踩踏。下坡要把握时间，下坡稍微加速。握平把，握平把，如果不会变掌就先握平把，调整呼吸，把胸口打开来，吸长一点，吐深一点，吸吐，刻意的放松，吸吐，对，把呼吸节奏拉长一点，吸进去，吸进去，你气都没有吸进去，大力一点吸，吐慢一点出来，大力一点吸，吐慢一点出来，然后再进两档，跟着小小下坡。再进一掌，太空了，再进一掌。好，在下坡的时候脚没那么重，配合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放松，吸长一点，吐深一点。对，该休息的时候把呼吸调降一下。好，保持节奏，呼吸，呼吸节奏维持，脚不踩没关系，呼吸维持。吐深一点，吸长一点，吐深一点。加油加油，接下来算是准备进入第一个考验。会比较陡一点的地方准备来了，所以稍微调整一下心理的状态，把呼吸节奏放慢一点，下坡该放松就放松，吸长一点，吐深一点。等一下在上坡的时候会比较陡，一个90度的回转道，就把档位推到最轻，然后握平把，专注在踩踏维持回转。问您吗？啊？请问你现在还好吗？看得出来吧。请问你知道现在坡度多陡吗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可是你的肉都在抖哎。挡到你是不是？抖就抖嘛。请问你为了这趟做了多少准备？我是来看你的。请问你上一次跟女生牵手接吻是什么时候？今天吧。今天等你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上去前。以上是特派记者小 U 在这边为您报道，谢谢。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，平路喽。这段上去就稍微缓一点喽。是的，为您带到转播现场，我们可以看到天母凤梨水已经慢慢的骑上来了。来，想访问您一下，请问你有戴眼镜吗？你看不到好啊。请问你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啊。请问你流了多少汗，你知道吗？
我怎么会知道？就很湿啊。有一万毫升的汗水吗？这是什么歌名是不是？请问你现在很热吗？你都这样跑上来不会累吗？好吧，对不起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你有使用过 VPN 吗？有啊， Surfshark VPN 啊，我也都使用 Surfshark VPN 欸，轻松转换不同地区的伺服器浏览，订阅原本无法触及的影音串流平台，或是有区域限制的 YouTube 影片。而且啊，一个账号不限装置同步使用，手机、平板、笔电都可以同时受到保护，这听起来真的很划算，对吧？就算在咖啡厅或是机场、图书馆使用公共网络，也能保护你的个人资料。更厉害的是，阻止恶意软件。Surfshark 的服务包含 CleanWay 阻止跟踪器、广告、恶意软件和网络钓鱼，让你可以在干净的网络中探索，阻止网页对你的电脑或手机造成伤害。现在就点击下方资讯栏连接，不满意30天保证退费。现在就用我的 Surfshark 专属优惠码 Jerry94Good 获得17折优惠，订购2年方案再获得免费3个月使用哦。加油加油，最后一公里喽，最后一公里喽！时间还没有超过50分钟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撑一下，撑一下，撑一下。快到了最后一 K， 这个小上坡完，准备迎接的就是一段微微的下坡，大概只有不到200公尺，然后就紧接着准备到佛了，那一段就是最痛苦的一段，想办法在这边稍微调整一下，下坡的时候稍微有点加速，微微加速让速度稍微带起来一点，撑到佛那边就真的剩下最后的500公尺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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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到了，撑一下哦，还不到50分哦，还有机会还有机会。53分11秒，抵达终点。参考成绩，53分11秒，挑战成功。一路上虽然是真的走走停停啊，但我觉得我看了也是觉得很心酸了、啊。你已经尽力了，今天最终的挑战成绩53分11秒。算是距离我们的目标小小落差，没有破50分的感想怎么样？就是很欢乐的午后搓水秀啊，就算有点不舒服了，还是下车硬要一边推一边前进，至少不能拖到一点时间，就算比较慢了、啊，还是要前进。然后我觉得身体变得轻盈，然后很湿，但是至少离目标接近了一点。你至少这次进步了，都没有停下来，你都是往前的。对。OK， 我觉得还不错。反正我觉得成绩一定会有时候没办法，就是善尽人意，就是没办法进到你最好的状态。但没关系，反正这个检测半年一次，我们就半年后再见。最后呢，还是要感谢我们自己的赞助商 Surfshark VPN 赞助了我们这支影片。不管是训练、外企还是使用网络，各自安全。只要有 Surfshark VPN， 都可以让你更安全哦。现在就输入我们的 Surfshark 专属优惠码 Jerry94Good， 就享有17折优惠，连选2年方案，享有3个月免费使用哦。现在就点点下方资讯栏链接。不满意还可以30天保证退费哦，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